今天端午节哈，我们家人都上来吃饭了。那做小一点嘛，那鸡。也不碎。老天太奢侈了，用土鸡拿来做麻辣鸡，感觉太浪费了。怎么？土鸡不拿来煲汤，他拿来做麻辣鸡炒着吃。留了一边。看得我心疼。这是鸭肉对吧？嗯。有鸡有鸭，麻辣鸡，哎，有的没剁碎啊，我一条一条。炖鸭肉是吧？嗯，别打开了。胡椒粉放一点，放点辣椒面，一股清香味。先炒一个麻辣鸡，要炖干了的。要蒜、辣椒，很好吃。胡椒粉，一斤。起锅了啊！尝一下熟了没有？没熟。有没有盐？估计有点咸。可以，再加盐。里面如果放点魔芋的话就好了。你早说，我早上也买了。不够辣。嗯，是。那回锅肉也好了。哎呀，还有个咸蛋吧，菜全部都炒好了，现在我老妈把这个咸蛋切一下就可以开饭了。好了，看看今天晚上的菜啊，一个咸蛋，一个皮蛋，鸭肉、麻辣鸡、回锅肉，一个腌黄瓜，就这样了。我们这里过端午节的话，这个皮蛋跟这个咸蛋是不可少缺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啊，那个剩菜，剩菜收起来吧。不吃。你要吃的话，放在那里也可以啊。对，差点被挨个喊，好久没见他了。吃饭了啊！今天我侄女带她外婆家里去了，我老爸的话去刚帮别人帮忙去了，现在只有我们这边人吃饭。嗯。你做什么回来？我没。你爸在没回家？我爸在忙。没。我老妈她。吃饭要断断续续吃，他坐在这里吃吃不饱，这个吃不饱。老板，你看，三杯，我可不是他，我可拼命赚我钱，我可没死。好的，我的火锅肉，火锅肉很好吃的。嗯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嗯，大家帮我看看。嗯。帮忙。你也吃了吗？没家不吃。我不想吃。这鸭子吗？是啊。这我吃了。我想吃鸭子。你刚才还吃，你不吃？我吃鸭子。来，我们来包鸭头。嗯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嗯。因为你奶奶炒菜就是有点特点。咸。不一样。哼。应该是你已经吃习惯了。鸭脖。这奶奶炒的鸭肉，多吃点啊，好吃就多吃点。我感觉火锅肉分什么吃？干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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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！你要发杯点酒啊？
慢吃。我也要把这个干掉。来干杯。等我整理一下。这一桌子的菜，高端的食材，我还是需要最简单的方式的。太香了。下次我用个鸡，直接给你水煮一下吃啊。